来到世博会买了一些台湾小吃，但抬头一看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就这样啊，很奇怪，长得真的蛮奇怪的，颜色也怪怪的，它很地狱耶。没关系，要不要攻击一下？北车大厅举办的台湾世博会海味市集，一格格摊位造景设计掀起讨论。网友提到的灵堂风，两者相比色调都是蓝白色，大大的字写在正中央，花纹以及拱门造型，有人笑说以为在纪念拆除的一兵，幽默直呼看到差点鞠躬，还有人路过吓到以为在办告别式。不过也有人夸赞够创意，有噱头。如果远远看其实是蛮像，就是近看就觉得原来是传统文化的那一种。绿色黄色帷幕挂在各个摊位上方，还有传统灯笼，而在场地中间有一座桥，人来人往，又让网友联想到奈何桥。奈何桥，刚刚没有想到这个啊！我看小朋友在上面走来走去，蛮开心的、啊。然后一个景点啊。网络议论庄严的市集灵堂风外租场地的台铁回应，尊重主办单位经济部的规划。我们很多的食材跟海味都是相当的结合的，在色调上就是以蓝色的这个色调来设计，我们为了结合我们台湾在地的宫庙的文化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红色色系的一些搭配。那其实我们也是相当尊重我们原始设计团队。活动第一天还有响亮唢呐声，大家笑称现场氛围真的太诡异。展场设计风格意外歪楼，也达到另类的宣传效果。三立新闻高冠轩、沈婉仪台北采访报道。